这是电影《七夕》开头的片段，小时候我就觉得呀，英雄这样出场特别帅。特别帅的英雄名叫方勇，他是故事片《七夕》的男主角。作为六七十年代难得一见的故事片，《七夕》的故事几乎家喻户晓。抗美援朝时期，中国人民志愿军一支侦察小分队插入敌军后方，炸掉一座大桥，完成了一个出其不意的破袭任务。故事在当时算得上惊险新奇，因为它改编自一部军事教育片，这部军教片名叫《奇袭武陵桥》。而这部军教片又是在一个真实事件基础上拍摄出来的，这个真实事件叫38军侦察支队侦察破袭任务，领导完成这个任务的英雄名叫张奎印。杨先厨就赢了一局，这一次你执行这个任务啊，只要抢到敌人后头的，你咱们驻村的先遣队，你干不干插进去？当然这个无论这样啊，突然就当时我就想啊，这还有什么干或不干的问题啊？没有什么不干的事。熟悉抗美援朝战争史的人都知道，在1950年11月，朝鲜战场有一个著名的二次战役，战役的结果是志愿军大胜，二次战役也因此成为朝鲜战争的转折点。在这次著名的战役中，38军的侦察支队完成了一个关键性的任务，他们行军180公里，历时2天1夜，炸毁武陵桥，切断敌军后退之路。这一事件不仅载入史册，更成为军队内部教材。1958年，38军干部满健等人以此撰写剧本，由81厂拍成军教片，名字就叫《奇袭武陵桥》。著名的军教片导演任旭东接手了这个任务。我就提出来，这你们给选一个战例，咱们给选的这个38军，这个正式的战例。你教学内容呢，按照这个战例的过程，我给你串台进去。军教片是不对外供应的，但是这部教学片在军队内部产生极大的影响，同时也为81厂的故事片创作带来实惠。1960年，81厂决定用这个题材再拍一部故事片，名字就叫《奇袭》。那么这个奇袭是怎么产生的呢？我得跟你讲讲，当时这个60年呢，我们国家面临巨大的困难，你没有拍不出影片，不卖不成钱，你工资就发不出来。所以七夕呢是在原军事教育片《七夕武陵桥》那个本子的基础上，把它加上故事，变成现在的七夕的。也算是个军教片拿到变那个故事片拿出来的。我当时是这么理解的，抽搐。别管什么原因，反正都是执行炸桥任务。那么从现在开始，我们让3个侦察科长一同出发，看看3个侦察支队如何完成他们各自的任务。张奎印，中国人民志愿军38军侦察科长。军教片《奇袭武陵桥》的侦察科长没有姓名，他叫方勇，是故事片《奇袭》中的侦察科长。他们共同的任务是插入敌后，炸毁一座桥。军教片与真实事件里的大桥名字是一样的，叫武陵桥。奇袭武陵桥是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中一个侦察分队的战例。故事片里则改名叫康平桥。晚上10点钟炸掉康平桥，
不过军教片里有的地名却又和故事片一样，比如大桥旁边的山峰，在两部电影中他们都叫凤仙岭。进入森林，最后到达凤仙岭地区，越过107高地，连夜渡过银川江，跨过七号公路，然后进入凤仙岭。在真实事件中它叫后游仙岭。不管这些了，先来看看三个侦察队各有多少人。张奎印率领两个侦察连，一个工兵排，一名英语翻译，一名朝语翻译，还有13名朝鲜同志，一共323人，携带600公斤炸药和五天形成的干粮。军教片没有交代有多少人，但是至少也应该有一个连和一个排，这从他们的交谈中可以听出来。由你带领侦察连加强重机枪一个排去执行这一个任务。在故事片里，方勇只带着一个排就出发了。指挥部决定由你带一个排组成一支精干的小部队，插入敌后炸毁康明桥。三支队伍都是夜里出发，人数最多的张奎印侦察队一开始就透着举重若轻。乌林桥是180多公里，两天一夜就空的这个地方，你就不走山的半山腰，这半山腰多费劲，那还不如就从这个楼上大楼上这大摇大摆的走，这速度就更加快点。张奎印他们并没有化妆，穿的就是志愿军军服。原来战争初期的朝鲜战场部队混杂，连同盟的美军、英军、韩国军队和土耳其军队互相都不太认得清，于是拥有英语和朝语两个翻译的张奎印侦察队和敌人打了招呼就上路了。首先碰上了这第一个敌人是汉，在哪儿的？咱们这朝鲜方言，这个弹是这个自己人，是一大队的，所以从哪儿来的？咱们就说从前面来的，上哪儿去的？就是上后方去的。这么讲完以后，他不太吭气儿。但是军教片的任务叫步兵师山地进攻战斗中敌后侦察队，所以他要解决真实战例中没有发生过的很多问题。比如张奎印的侦察队可以轻松地先走20公里，但是任旭中的无名侦察队必须在出发时就面临第一个难题，过封锁线的铁丝网。这个拉锐的时候啊，夹铁丝网呢怎么夹，说两个手抓住这个一脚铁丝网，这铁丝就不会弹下去。铁丝网有地雷的话，它就弄不响。它有时候呢，那个拉铝的线儿就在铁丝网上，一出铁丝网一过，那个地雷就爆炸了。有一些是信号地雷，就知道这样有敌人了。尽管计划很周密，行动很谨慎，可是意外的情况还是难免要发生。虽然被敌人发现了，任旭东的侦察队还是过了封锁线。故事片沿用了这一细节，方勇带领着队伍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解决的方法也差不多。而且两部影片对过了封锁线之后的情况处理也是一样的。报告，刚才接了小分队的报告，他们已经按时通过了107高地。好，按照原定方案向两个方向发炮，消灭痕迹。是，一群狼虎钻进狼窝去了，赶紧鸣炮欢送啊。对，把前沿上的痕迹消灭掉。在这两支侦察队过封锁线的时候，张奎印的侦察支队已经到了一个叫顾城江的地方，在这里他们遇到了一个问题。再走了也有2-3里路吧，就碰上了那顾城江渡口。可这个渡口究竟是这个什么，是不是这土石场？所谓土石场是指在河面上看不到桥，
但在水下一米深处有一座石桥，可以过坦克和部队。当然必须知道渡口在哪里。张奎印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抓舌头，抓了两个俘虏。我们抓了这个俘虏啊，就赶快问他，就哪个地方是渡口，他就领着我们去到了渡口，说这个地方就是那土石场。军教片里也要讲解如何抓舌头，任旭东用的是这样的战例。正常的战例就是这路上他都是黑夜走的，没有什么遇到什么大特殊的情况，就是遇到的情况也回避。讲解回避的战例就得拍夜戏，这给摄影师出了难题。按当时的技术条件，夜里的外景必须在白天拍，只能是一早一晚，所以那个天空啊就拿着有测光表啊，基本上那达到那个亮度啊，事先都是准备好，这个演员呐、什么机器，一切都准备就绪，就等那个一刹那光线呢合适时候抢拍。故事片里的方勇胆子比较大，他们碰上了敌军的车队，决定不回避。你们哪个是当官的，在这干什么呢？你是干什么的？美八军武士的。美八军武士的，叫你们赶快不好熄灭。哼，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灭火。张奎印的侦察支队顺利地过了顾城江，到了一个叫木滩里的地方，在这里他们打了意外的一仗。按照回避原则，张奎印本来不想恋战，但是交火还是发生了。看看他房子里头啊，灭火器很大的，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啊？对我们后边有什么威胁不？就这扛着，扛完这个正准备走呢，他那房子里头的敌人呢，就歇起来了。学起来了，咱们这个班长看看这家起来，叫他一起来就坏事了，所以也就学下手，给他打了一手。第二天上午，志愿军在老百姓家找了个柜子，将郭兴运就地安葬。停战以后，战友们找到了他的遗体，并且把他迁入了当地的烈士陵园。他没有享受到胜利的喜悦，更没有看到后人根据他们事迹改编拍摄的影片。记住他的名字吧，他叫郭兴运。牺牲那年，郭兴运20岁。在故事片里扮演英雄方勇的张永守也曾在朝鲜战场做过文工团员，那时的他也就17、18岁。那么有一次呢，我们这个军部呢组织了一次这个联欢会，那么首长们都到场了，那时候所有美国吉普车他们都坐着，美国吉普车没有什么的，还有就是苏联那个盖斯五，从司机那拿了钥匙，偷着出去，把这车咔咔开出去了。这个驾驶员呢，知道我出来，都一看车不在了，他开了一辆车就过来追我，一看，
车已经掉沟里去了，有那车赶快把我拖起来，说你别再闹啊，你好好把着轮啊，跟着我走，这拖回去，就这样我就把车就学会了。张勇手的车技不会白练，马上方勇的侦察队就要遇上一个大麻烦。方勇让大家在山上休息，他与另外两个人下山侦察，他们将勇夺终极谱。有办法了，香烟呢？你越说越离谱啊！还是被发现了。故事片《奇袭》里的这一段是新中国电影中为数不多的追车场面。用现在的眼光看，追车的速度不够快，剪接也不够帅，但是有一点却是现在许多电影做不到的，就是挑车的时候张勇手要自己演。哎，说这怪了吧，也正好我去学了伞兵，伞兵那个跳伞呢、是要有一套技巧的，就必须是两腿呀、像捆在一起一样的落地，这手我用在这奇袭跳车里，就是我啪往上一跳手，两腿一劈，啪落地，所以没伤着什么，什么没伤着，所以这个呢，学任何的技术对演员来讲都是有用的。你看我没跳成伞，那就我汽车用上。敌人是愚蠢的，他们被骗了。我看你还跑不跑？走！你演反面人物也好，演正面人物也好，也一定也是要完成这个剧本啊，所这个赋予他的一些任务吧。就三个人，我看得非常清楚。他的美国上司似乎也不太高明，
那他们到我的康平桥去干什么呢？当时军教片里的反面人物有些生涩，连旭东导演给了军教片里的美国顾问两句精彩的台词：子弹头虽小，打在要害上就会要你的命，你懂吗？要不惜一切代价把这个祸害消灭掉。扮演这个美国顾问的是新疆军区的一位少数民族军官，这是影片即将结束时他另一句精彩的台词：少尉先生，在上帝面前你什么都不知道，也许是无罪的，可是这是战场，你的任务是守桥，如今桥断了，联合国十几万大军有被共军歼灭的危险，你懂吗？故事片里的敌人继续着他们的愚蠢。说实话，要不我毙了你。八一厂著名的反派演员孟庆芳已经忘了自己扮演的角色叫什么，但是他记得自己愚蠢的行为。老刁婆的，对不起他们。这个演的是个角色，到底叫个什么东西我都不记得，但是我有一个动作，在当时小孩也有一部分人也学这个动作，啪，把那个身份证拿出来了，证件拿出来，你有这个吗？好像有那么个动作，好像还有那么个印象。大桥附近这一带是军事禁区，没有这个是进不来的，有吗？有，在这呢。你我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你被俘了，阿妈你。方勇的智斗不仅打败了愚蠢的敌人，更重要的是他救出了日夜思念的阿妈尼。你是方勇妈妈。扮演阿妈尼的屈云被称为八一厂第一老太太，那一年她32岁。孩子，可把你们我养成了一个习惯了，我就觉得没有生活，不熟悉他们，你怎么去表演呢？怎么去演呢？你熟悉了以后你才能够有信心。排这个七夕的时候，那时候我还真不熟悉呢，那人是生活，这个衣服怎么穿，那裙子怎么那个，我就确实是。快跑，把他们引走。阿玛尼曾经为救方勇牺牲了自己的儿子，并且将方勇的伤治好。方勇临别的时候叫了一声妈妈。随着电影的放映，阿玛尼成为那个年代最为熟悉和亲切的称谓。明天走吧，阿玛尼。哎，慢点。电影里这段没有台词，小时候看这段我就想，如果要有台词，他们会说些什么呢？阿玛尼，歇歇吧。这山上可真漂亮。等到金达莱开满这山坡的时候，就更漂亮了。阿玛尼，擦擦汗。哎，阿玛尼，您不是有个儿子吗？怎么一直没有看到啊？走吧，孩子。阿玛尼，阿玛尼，您儿子？我儿子他上他舅舅家去了。在中朝联合作战的朝鲜战场上，志愿军与当地百姓的关系从来就是密不可分的。在这一点上，林旭东的无名侦察支队和张奎印的侦察支队也都做了很好的注解。
老大爷，军教片里的侦察队救下了一位朝鲜老大爷，还有他的女儿。老大爷要给部队带路。你们到哪儿去，我带路啊！太好了。他的女儿则在山里照顾一名受伤的战士，并且帮助侦察队传递情报。同志，请你把这个图赶快送给侦察队。你语言不通，你怎么来表达呀？这只是完全是在现场灵感设计的，是就用手势、用动作。那毛了个骚！坦克，哗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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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骂你骂你，侦察队组。突然就明白就知道啊，这是个情报，要他送出去。谢谢你，叫你受惊了。你送来的情报已经报到我们的前线指挥部了。张奎印的侦察支队在木滩里一仗后，被迫离开预定的线路，上了杨柳峰。这恐怕是张奎印他们在这次任务中遇到的最大的难题。这个时候呢，又没有老百姓怎么造反呢？突然研究和学弟再一看，还是没有把握。据38军的回忆文章记载，他们在一无向导、二无道路的情况下，终于找到了自己要去的那个山峰后游仙岭。在这里，他们也遇到了一个朝鲜老大爷，老大爷也带着他的女儿。侦察来给带点路，他老头有点犹豫。那这个小姑娘的年轻人呢，胆大点，说我带着去。后来咱们这也做了做工作，他这个老头啊也一块儿去。老大爷把他们带到了武陵桥边，这时已经是凌晨6点，距离他们完成任务的时间不到2个小时了。任旭东的无名侦察队在朝鲜老大爷的带领下也到了武陵桥边。这座大桥的外景地在辽宁千山风景区。侦察队是白天到达桥边的，而打水侦察又是两部电影再次同样使用的细节。不过故事片里的大桥则在浙江奉化溪口，因为影片拍摄的时候北方已经入秋，剧组只好到南方找到这座大桥。他那主要就是有一个大桥，看中他那大桥了。另外他那个山势啊，有些地方松树比较多，也像那个朝鲜的那种环境。志愿军同志，在阿玛尼的带领下，方勇找到了游击队，游击队的女队长将帮助他们。扮演女游击队长的袁霞回忆起当年的拍摄，却是另一种记忆。当时印象深的就是什么呢，正是3年自然灾害，你看那会儿多瘦啊，我多瘦啊，饿的，真是饿的。他那儿出米酒，我们就打了好多米酒回来。其实我不能喝酒，但是我也学着喝了，怎么他能解点饿呀？喝那个米酒，吃那个海蜇头、海蜇皮。这样的记忆，剧组的人都忘不了。当时曲云和这个袁霞呢，他们的戏不是太多，就老在那儿等着，晚上去买两壶那个老酒、黄酒，暖壶里打回来，买点海蜇头。那在指挥拍摄的过程当中呢，那个有需要打灯啊，需要埋炸点啊什么，等着他那个埋好，我扶着一棵树就睡着了。张奎印没有那两个侦察队在白天侦察的机会。现在是1950年11月26号的早晨，天蒙蒙亮。张奎印发现守桥的敌军大部分都在桥边的一个学校里，他们正在起床洗漱。张奎印决定先打再炸。守桥的那个敌人呢，有的在刷牙呢，有的还在睡觉呢。就咱们这一家一上去，这时候就不敢企图昏过去了，这时候就是抓紧时间得把它打掉了。守桥的敌人跑了，侦察队从容地安装炸药。咱也把那碗
这时候就拉开了，拉了导火索，这就轰的一声，就砸了。7:50，张奎印炸掉了武陵桥，提前10分钟完成任务。大桥炸得如此顺利，这样的事实并不符合军教片演示战力的要求，更不符合观众对故事片的期望，所以军教片制造了这样的炸桥过程。首先是部署的讲解，二排和家庭分队以全部火力封锁江北岸的敌人，掩护三排爆破，然后炸桥时再被发现。于是现在的任务，一是切断探照灯的电线，二是现身一般的去炸桥。故事片也沿用了这一套路，不过故事片把紧张放在了切断电线上。我去救那个小豆豆啊，匍匐前进呢、啊、什么打枪啊，打枪的是真子弹，那会儿还不是空炮弹呢、啊。战士倒下了，不过电线还是被女游击队长切断了。军教片里的电线倒是非常容易地剪断了，但炸桥的战士遇上了难题，他身负重伤，只能用嘴咬开导火索。他们坐着都很安全的，这点没有，不要没什么顾虑，因为他为什么这增加你对这个戏的你的认真呢？你要在演的时候你再有顾虑，那就显得精神紧张萎缩嘛，不那可不行的。是武陵桥还是康平桥都被炸掉了，三个侦察支队面临着不同的结局。这是故事片的结局，首长与方勇握手相见。这是军教片的结局，上级首长给无名侦察科长派出新的任务。新的战斗又开始了。好啊，在真实事件中，张奎印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听到军长的祝贺，军长来电的时候他正在山下。这时候是粮行处，因为我们带着那华伯粮营打起一起，这样用这个他已经顾不得安逸了，就喊用的这个张总队在哪儿，给他接电话。这我们的参谋请大部分在那里，现在说是我已经下去了，砸无人桥，这个任务已经算按时的完成了，还提前10分钟，啊，这砸桥的，大概是讲我这说的很乱的啊。和所有的任务都完成了，这次就是这样，下回再说。